贾洛，老杜今天特别交代，你是反清复明的关键。关键是父王宝藏。二位客官买消息还是杀人？红花会的消息。半个月前，官府悬赏100万，通缉你这位新总统。十三行为我悬赏，帮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 江湖上传言红花会利刃总舵主知道宝藏地点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你去将他拿下。官府想要佛宝藏，我也一直想要啊。诸位吃定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江湖纷争，说到底看的还是功夫。 画出个道来，红花会，我们给天下的安宁。就算在你们红花会又有多少人是真心的反清，若有所为，千刀万剐，永世不得超生。